做越南藤编手工艺品生意的夏安威，多年前带着一家人来到了东兴，他紧跟时代脚步，利用互联网直播平台和发达的交通，将越南藤编的手工艺品带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。我是陕西西安人，是因为这边离越南近，离港口也近，我们进来货入关很方便，然后才会在东兴。当初是在越南啊，我们去了一个藤编小镇，然后见到这个东西，第一次见啊，我就特别喜欢，然后在国内很少见到这种越南的藤编，然后我就准备做这个，已经很多年了，已经记不起来了。确实，我们就是说从越南转战国内以后，我们之前是一直出口日本、欧洲的，然后现在由于他们那边遇到的特殊情况，然后我们就转国内来卖了，现在是风景这边独好。夏安威每天晚上要在直播间站好几个小时来卖藤编工艺品，但是因为热爱，所以尽管辛苦还是干劲十足。整个越南只有一个人会编的，整个越南只有一个人会编，先编底下一个天圆地方的一个零食篓。他将自己庞大的销量缝这个布，全都归功于他所喜爱的藤编工艺品。这个就歪打正着吧，实际上什么也不懂，都是自己摸索，也没有团队，全是个人在做。你也看到了，都是自己家人。实际上是我们的产品有流量啊，喜欢我们的产品的人多。我昨天是卖了3万。两个小时，只要说起他的藤编，夏安威便会滔滔不绝。我们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人工费，这种草到热带雨林里边很多，因为纯手工东西它不像化妆品啊或者别的暴利产品，我们这个东西都纯手工的，实际上也都是按照手工去计费的。编织这个工艺品的话，一天也就是收入50块钱人民币，但是越南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一天要收入100啊，甚至100多，所以说目前在越南整体加工这个产品的人都是以老人为主。与每个人而言，家人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，生活在催动着每个人向前，也给予人们不同的希望。我弟一直开着干，我就一直跟着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这里做包装，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说一个人做不了，我就帮他过来包装。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会买一小件小的东西看一下，然后再选择买大件。肯定喜欢，不喜欢肯定不选择这个行业，这个东西太精致了。我要完好无损的送到喜欢人的人手里去。你也是外地来这儿的吗？是啊，我俩是弟兄。那怎么哥弟弟哥哥来这创业，你就跟着来呢？对呀、他八虎亲兄弟嘛。一个四方的那个方盒，微信转我的大小宝盒，还有个大箱。去耳托盘，大。喜欢呀，我们家特别多这种，工艺。那我肯定要支持他呀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夫唱妇随的。天坛馆，
可以用来装茶叶，也可以用来做一个摆设摆件，都非常好。这款特别有意思，我们叫它大怪兽，然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艺品，用来作为摆设，也可以用来装一些粮食啊、小麦呀、啊这都是一些古老的技术，传承了千年之久。像这款，从越南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造型了，现在大家用的少了，但是这种摆件还是被大家传承下来。这门刻着它一个扫带。天怎么黑了？哎，天怎么又亮了？就是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。